陆总好，陆总晚安，陆总明天见。回来，你尽快发布招聘信息，把这个空缺给我填上。陆总是要补投资二部的缺，还是？看你脑子是不是有缺啊！把我找个新秘书。啊，那招聘信息怎么写呀？之前的什么样，就给我找什么样的，这还用我教你啊？明白。 哎，刘总，柠檬啊，是这样的，你昨天走的太急，离职的话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呢，还有工作交接上的一些事情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现在去公司。啊，你要来公司啊？柠檬，手续我帮你办好了，剩下必须要签字的，我帮你闪送过去。好。 那给您添麻烦了，刘总，我把那个闪送费我给你转过去。不用了，公司会报销的，就这么着了啊。